全港唯一海胆田，即开即食新鲜海胆。日本有马粪海胆，西贡有紫海胆，七十八十年代紫海胆卖到日本咧。乜香港真系可以养到咁多海胆？粮食乜水质清啊，好适宜养海胆啊，千祈唔好捞乱海胆同海刺啊！啊，其实啲海胆咧就短刺，啊海刺咧就好长刺，吉到人痛啊！如果开出嚟食咧就好腥嘅，海胆就甘香嘅。啱啱喺海攞上嚟，原只即开系特别鲜甜噶。我哋最好味海胆炒饭、海胆蒸蛋饼。得闲过嚟试下啦！旅游就在香港。